各位同学，欢迎回来。接下来要看的是间接问句的形成，第三点，来黑板上写好了。来助动词，我们第一个提到的是 be 动词，第二个提到的是一般动词，第三个提到的是助动词。但是要特别注意咯，这个助动词跟我们在第二点提到的 do、does、did 这三个无名英雄是不一样的哈。 Do does did 这三个助动词，谢老师习惯称它为无名英雄，因为呢，它纯粹只是在帮助一般动词形成所谓的否定句喽，形成呢疑问句喽，或者是呢代替重复的动作，我们会用 do does did。但是在第三点里面，我们提到的助动词是这样的，来看一下，当疑问词出现在句中的时候，还是一样，先看到主词，然后会看到助动词。哦，原来这一类的助动词跟无名英雄 do does did 是不一样的。 这一类的助动词在第三个形成方式里面，这一类的助动词它是有中文解释的。它除了能够呢来怎么样放在一般动词的前面之外，它自己还有独立的意思。譬如说 can c a n 叫能够，will w i l l 叫做将要，should s h o u l d should 应该，must m u s t 必须，这些助动词呢？ 它呢放在一般动词的前面，但是它是要传达某一种概念的，呃，能够啦，将要啦，必须啦，应该怎么样？有没有？它有自己独立的意思。既然有独立的意思呢，那么在间接问句里面，你就不能把它去掉，因为一去掉意思就改变了。所以要记得，它要把它怎么样？嗯。 来拿到主词的后面去，譬如说这样，第一个例句就很清楚了。How can the little boy move the large box? Can 能够，主词是谁？The little boy 小男孩。这个小男孩如何能够搬动这么大的一个箱子呢？好，你有没有看到这个 can 能够的意思？How can the little boy move the large box? 他如何搬动这么大的箱子呢？他能够吗？他用什么方法能够搬动这么大的箱子呢？所以你可以发现这里的 can 是助动词，表示的是一种能力哦，表示的是一种能力。这个小男孩能够吗？用什么方法能够搬动这么大的箱子？所以它表示的是一种能力。你不能说因为它是助动词你就把它去掉，不行，它有独立的意思，但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把疑问词 I wonder。 我很怀疑哦，我很怀疑哦，I wonder。我很怀疑呢，这个小男孩呢，如何能够搬动这个大箱子？还是一样疑问词摆句中，记得一定先看到主词，主词在这里。好，它的结构先看一下，这、就是助动词加上主词加上后面 V 二原形动词这样的结构，所以疑问词摆句中没有问题。先看到主词。 The little boy，然后呢，助动词拿过来就对了，有没有？不要忘记疑问词摆句中，后面跟的是肯定句的句型或者是否定句的句型。所以呢，你把助动词拿到主词的后面，这个就是肯定句的句型。所以是 How the little boy can move can move the large。 box 前面，I wonder，哎，我很怀疑哦，或者是呢，我很想知道哦。句点有没有看到？I wonder how the little boy can move the large box。我很想知道，诶或者是我很怀疑呢，这个小男孩呢，他用什么方法？他如何能够搬动这个大箱子？好，是问方法，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句子同学要特别注意，wonder 这个字，w o n d e r。 Wonder 这个字呢，老师呢在这里呢，因为例句里面刚好出现它这个字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很想啊、哦，很会听到或者会看到它它句子里面出现了。那么，wonder 这个字呢，它本身它可以当动词，在这里它出现在主词的后面，它当然是当动词。I wonder 啊、哦、，wonder 有很多解释，呃，猜想啦。 怀疑啦，想知道啦，所以 I wonder 你可以翻译翻译成我想知道或者我很怀疑，我在猜想它是怎么样的哦，这样的意思。你要从前后文来判断，人家讲 I wonder 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那么 wonder 这个字呢，我们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 No wonder，就是 wonder 当名词，No wonder。wonder 当名词的时候呢，解释成惊奇，让人惊讶的事物，让人惊讶的人。 哦，就是让人惊讶的一个对象叫 wonder，那么形成所谓的 no wonder 这样的用法，就是没有惊奇，没有惊奇，哦，没有惊奇。中文翻成什么更恰当呢？叫难怪。哦，他这一次呢又考了第一名了，你看他神气的样子，哎，难怪他会这么神气，难怪 no wonder，no wonder。 那么呢，wonder 我们常常呢也会翻译成惊奇的事物。当它翻成事物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加 s。所以什么？The wonders of nature，大自然让人惊奇的事物，我们就会翻成自然的奥妙。The wonders of nature，the wonders of the nature，大自然呢让人惊讶的事物就是大自然的奥妙。这样懂了吗？好，所以 wonder 这个字呢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要特别注意咯。好。 第二个来，我们常常都是做这样子的，哎，直接把什么我们看到的之前的例句，老师举的都是把一个直接问句改成间接问句。同学你会？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整句翻译的练习喽。当你讲话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我应该是哎主词在前面，还是主词在什么动词、be 动词或者助动词的后面？来看看这个句子。 请告诉我为什么我必须要照顾这位小女孩？请告诉我哦，这里的标点符号呢？老师要澄清一下。对了，这里的标点符号应该是句点才对。请你告诉我，我不是真的想要怎么样？哎，我这句话是在问原因没有错，为什么我要照顾她？你要告诉我这个原因。但是真正的它的主要子句在这里，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所以按照这样的概念，你知道这里应该是句点才对哈、哦。有的同学呢，可能一早就发现了，很着急的说：“哎，老师，你笔误诶，你怎么没有改过来？对，这里应该句点才对。”好，很明显的，老师刚才呢，在修改这个标点符号的时候，就已经透露给你这样的讯息，就是它前面有一个主要子句叫“请告诉我”，所以这里的“为什么”这个疑问词就是摆在句中的哦。对了。 所以，当你要讲话的时候，你前面有个主要子句，你就要告诉这，哦，间接问句。但是这样的概念只是在脑袋里面一秒钟就闪过了。好，你的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训练呢，像这样的讯息是一秒钟就闪过的，所以你马上就要反应出来，请告诉我，Please tell me。好，疑问词摆句中，先看到主词，Why？I 必须必须，你可以写 have to。 这个片语或者写 must，why I must 我必须要照顾叫做 take care of，有没有 take care of 叫做照顾？甚至你如果不讲 take care of 呢，另外一个片语也叫照顾，叫 look after，look after，l o o k look after a f t e r。 look after跟take care of意思是一樣的,都是照顧的意思,我們在這裡就寫take care of好。Please tell me why I must take care of the How這位小女孩,the little girl。好,有沒有看到後面還是一樣打的句點,Please tell me why I must take care of the little girl,你告訴為什麼?為什麼?Why? 疑问词摆句中，后面先看到主词，助动词加上一般动词，有没有？举一反三一下，跟这样的结构是一样。疑问词摆句中，主词，然后助动词加上原形动词。好，所以呢，其实呢，当你学会了这样的技巧，当你学会了这样的句型的之后呢，你要表达的时候，你其实很容易知道，你很容易呢在脑袋里形成你要的句型出来。不过当然就是要熟练。好，讲话的时候，你可能是想过。 慢慢的把它表现出来，或者是熟练到，哎，这个概念呢，这个念头是一闪，从脑袋里面一闪，嘴巴就同步的可以讲出来。这个只是训练的什么差异而已，多训练你就可以呢，脑袋跟嘴巴是同步的。好，所以这样的整句翻译你也要会做。这样的整句翻译不是说要用间接问句来表达一个概念，你先非得先把直接问句写出来，然后才变换成间接问句的句型。 这样子的沟通太慢了，好，所以呢，我们也给你做了一个整句翻译的练习，就是让同学可以立即使用所谓的间接问句的句型。好，这是第三种间接问句的形成方法。那么呢，第四点，哦，第四点我们要告诉你的是，疑问词，哎，疑问词它本身就是主词哦，有这样的句型吗？有啊，有这样的句型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说，诶，谁打破那个窗户？Who broke the window？你不能告诉我主词是窗户，不对啊，因为 broke 是主动，所以这个主词就是疑问词本身就是 who，所以呢，疑问词它有这样的特性，它也可以呢本身就当主词。如果它本身就当主词的话，那当然呢，疑问词本身就是主词，那疑问词摆句中它就是主词了，所以后面我就直接跟动词就可以了。 有没有 be 动词啦，一般动词啦，或者是助动词，这样子就没有问题了。譬如说，像第一个例句，What happened to you？你怎么了？记得 happen 解释成发生，它的主词一定要是事情。What happened to you 这个句子，同学你很容易判断这里的 what 它本身就是主词，为什么？因为一个动词后面加了 e d，哦，在这句话里面呢。 我们说一个句子的基本结构是一个主词加一个动词，能够当动词的就只有它了，而且它还加了 e d 是过去式，对不对？好，那么有的同学说，哎，老师不对啊，这句话为什么不是 you 当主词来看一下，to 是什么词？to 是介系词，哎，介系词后面应该跟什么格？对，介系词后面叫受格，啊、哦。 介系词后面叫受格，所以介系词后面的字绝对不是主词，主词应该是主格才对。所以它是动词，它是介系词，它是介系词后面是受格，所以很明显的只有它疑问词本身最有可能是来当主词，而在这句话里面，它也就是主词。所以 What happened to you？我们中文上字面上的意思，对你而言什么事情发生了，也就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啊？你怎么了？ 表示关怀的时候，What happened to you？你怎么了？好，所以它本身疑问词本身就是主词。我们呢，在讲了这么多点间接问句的形成方法，诶，从一开始告诉你直接问句是长什么样，再告诉你间接问句是长什么样。我们告诉你，当疑问词摆到句中的时候，也就是要讲成、要形成所谓的间接问句的时候，间接问句后面要紧跟着主词，那没有问题啊。 它本身它就是主词啊，所以直接把这个主词拿下来，what 啊本身就是主词，所以后面当然跟动词，所以等于是就是把它照抄嘛，就形成了 what happened。好，前面是 will you，后面用问号，要特别注意一下这里的 will you，很多人呢会把它翻成你将要吗？其实。 Will you 有你将要的意思，也有另外一种更客气的表达方法，请你怎么样好吗？所以记得喽，Will you 有请你怎么样好吗？其实 Will you 或者是更客气 Would you 啊、哦、，Will 的过去式 W O U L D，Would you 更客气的一种说法。其实这样的句型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讲话的时候，会比 Please 来的更常用啊、哦。Please P L E A S E。 Please 呢这个字呢，其实呢，呃，外国人不太喜欢用来表示请求，因为太泛滥了。好、哦，尤其是亚洲人在学英文的时候，哎，拜托人家一定会用到 please，请求人家一定会用到 please。所以呢，我们习惯在讲话的时候，到西方国家去啊，到美国、到加拿大去，也老是跟他们讲 pleas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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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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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觉得哦。 真的怎么样？用的太泛滥了。其实呢，外国人他们在讲英文的时候呢，在请求的时候，常常会用到 “Will you”“Would you” 这样的什么问句的句型，来代替 “Please” 这一个字。哦，所以同学要使用的时候有特别小心一点哦。我们来看一下：“Will you let me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 哎，请你让我知道你到底怎么了，好吗？所以在这里的 “Will you” 其实你不讲 “Will you”，你讲。 Please let me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请你让我知道你怎么了，或者是 Will you let me know what happened to you，请你让我知道你怎么了，好吗？哎，这是表示关心，所以记得它本身就是主词把、啊、主词拿下来，后面直接照抄跟动词就可以了，这样了解吗？对了，所以在这里呢，第四点里面，你又学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疑问词它本身也有当主词这样的特性，要特别小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喽。第二个，Who broke the antique vase？Antique 这个字要会重音在后面。Antique，antique Ant 叫古董的。Antique vase，古董花瓶。Who broke the antique vase？好，你可以看到了，broke 很明显的它过去式的动词，来动词哦。诶，动词后面什么格？我们刚才告诉你喽。 介系词的后面是受格，一般动词的后面还是什么格？一般动词的后面还是受格，所以它是动词，动词后面是受格啊，只有它有可能是主词的。有没有看到？谁打破这一个古董花瓶的？哎、欸，爸爸很生气在问呢、喔，指着他怎么样摔碎在地上的那个什么？哎、欸，价值不菲、价值连城的古董花瓶，很生气的问谁打破这个古董花瓶？你看老、喔、打破。 那么这个人做了这个动作，只不只不过在这一句里面，我们不晓得是谁是哪一个人，但是我们知道是某一个人做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当然就是主词嘛。对了，好，所以你很容易的判断说，哎，这个疑问词到底在句子里面是不是当主词，就是按照谢老师告诉你的，你可以用词性的角度来判断，你也可以告诉自己。 我们说一个句子呢，基本结构主词加动词，主词就是最要表达的嘛。爸爸现在很生气的要抓住那个人，打破花瓶的那个人是谁？所以这个人不就是主词吗？只不过爸爸还没抓出来之前，我们用这个疑问词来代替那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呢，记得 Who broke the antique vase？谁打破这个古董花瓶？很明显的，这个疑问词它本身就是主词。既然它本身就是主词，还是一样拿下来。 然后呢？当然了，后面，主词后面跟动词，所以呢，还是一样，直接照抄。antique vase。好，前面是 do you know，主要子句是 do you know，问句句型，后面用问号。所以 who broke the antique vase？谁打破这一个？是谁打破这个古董花瓶？诶，你如果知道的话，那就直接讲讲出来。Mary did。 Helen did，啊，oh, 谁打破了？直接回答哦。Oh, 玛丽啦，海伦啦，汤姆啦，约翰啦，随便啊，oh, 反正是谁打破了就直接把它说出来。但是在这一句里面，Do you know who broke the antique vase？你知道是谁打破的吗？其实你可以直接回答，Yes, I do。是啊，我知道。啊、oh,，But I don't want to tell you。但是我不想告诉你。哎，你可以这样说啦。 你知道是谁打破的吗？是啊，我知道，但是我不想告诉你是谁，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呢，这样开头跟这样开头的问句是不一样的。who 开头，你直接回答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是 do 助动词开头的问句，或者甚至 be 动词开头的问句，你知道他要先回答 yes no，你知道吗？是啊，我知道，是玛丽，或者是啊，我知道，但是我不想跟你说。对，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就是两种。 基本上就是在英文里面两种不同问句的呈现的方法。好，这个是第二个，同样的，还是来做一下呢整句翻译的练习。没有人知道啊，谁在考试的时候作弊？没有人知道这一件事情。好，这句话并不是在问你到底是谁，这句话不是在要揪出谁在考试的时候作弊，这句话是要告诉你没有人知道。诶，对，老师说了，老师在课堂上一边发考卷一边说。 有人在考试的时候作弊哦，为什么？因为全班英文都考了一百分。嘿，对了，有时候我们当老师的很不得已，全班考一百分，我们该很高兴的，对不对？可是又怀疑，有可能吗？嗯，身为一个老师，应该要信任学生，应该想说，嗯，那是因为学生都很认真，对不对？可是难免我们会起这样的疑心。好，那当然了，老师这样讲，哎，是谁作弊啊？我们说没有人知道啊。 因为我们都很认真在读书，每一个人考一百分的，每一个人都说我们很认真啊，绝对不是我啊！到底有谁作弊？没有人知道。好，没有人知道谁在考试的时候作弊。我们来看看这句话应该怎么说。没有人，你可直接写 nobody，nobody。那当然了、啊，你也可以写 no one，对不对？那记得哦，你若写 no one 的话呢，n o 跟 o n e 要分开的啊、哦。好，nobody knows，记得。 不管是 nobody 或者是 no one，他们都要视为单数，所以动词要加 s，要加 s 哦。他们要把它视为第三人称单数，所以一般动词记得现在是的时候加 s。没有人知道，知道是什么？疑问词在这里，who？哎，没有人知道谁在考试的时候作弊。没有人知道，这是现在是，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所以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所以考试的时候，在考试时，这是一个时间。记得疑问词它本身就是主词，主词后面要跟动词，动词在这里叫作弊。好，那么考试作弊的这个动作，这个动词应该怎么表现？用 cheat 这个字。同学，cheat 这个字的本意是什么？哦，欺骗。对了，诶，考试作弊就是考试的时候欺骗老师嘛？ 这个答案呢不是自己写出来，是看别人的。他欺骗老师，所以在考试的时候的欺骗行为，我们中文翻译成作弊。所以 cheat 这个动词 c h e a t cheat 本意是欺骗的意思。那么在考试当中的欺骗行为就是作弊了。所以 who cheat 在这里呢加了 e d。 加了 e d 整句话才不会觉得很奇怪。没有人知道我们现在在讲，哎，没有人知道，老师，我们没有人知道谁有作弊。所以作弊指的是过去的事情，所以这里要加上 e d who cheated。然后呢，在考试的时候 on the exam。好，后面用句点。所以没有人知道谁在考试的时候作弊。Nobody knows who cheated on the exam。好，在这里学到了一个动词 cheat，叫做作弊。 好，本意叫欺骗哦。考试时候欺骗，那就是作弊。那在这里的 who 本身就是主词，所以后面跟动词。Nobody knows who cheated on the exam。所以你可以给自己造一个句子：Nobody knows 怎么样？用一个疑问词来引导一个子句，这样子就变成你自己的话了。好，那么在这个部分呢，在这个阶段里面呢，我们讲到了所谓的怎么样直接把诶直接问句改成间接问句的方法，甚至于。 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开始让你做整句翻译。你可以呢，在讲话的时候直接把间接问句运用到你要表达的概念里面，多加练习间接问句的句型，你就会越来越熟悉。接下来再来看看，在间接问句里面四个形成我们已经讲完了。那间接问句还有什么重点要你注意的呢？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重点。接下来要强调的是，在间接问句里面要你特别注意的部分。好，来看看特别注意的间接问句的用法。首先，第一点。 第一点里面呢，我们特别提醒你哦，如果这样的间接问句呢，含有什么？Do you think？你认为呢？Do you guess？你猜呢？Do you say？你说呢？或者甚至呢？Do you imagine？哎，你想象呢？你能想象吗？这样子的间接问句，好，要特别注意喽。它有什么样特殊的表现方法呢？不需要多说，我们直接从英文的例句里面呢，可以让你很明显的感受到，其实。 按照我们之前告诉你的间接问句的形成方法呢，它形成出来的间接问句会怪怪的，什么意思？来看一下例句里面第一个例句，Who will b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这里的 sent 不要翻成记啊，因为它主词是人谁，谁将会被派去？有没有看到一个 be 动词加上 PP 被动语态？谁将会被派到美国去？ 诶、哎，对了，在一家公司里面呢，有人呢怎么样？诶、哎，要调到呢分公司，或者调到不同的什么？诶、哎，不同的单位去的时候，他可能会以往国外的时候，我们就会说谁要被派到美国去呢？Who will b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来，后面呢再加一个 Do you think？Do you think？你想呢？你认为呢？好，按照呢我们之前告诉你的。 我们要把这两句合并起来，那当然喽、哦，疑问词当然是拿到句中来的，所以这里的 do you think 呢，它是主要子句。好，所以呢，我们这一句话呢，do you think 就写下来了。do you think。好，疑问词 who 拿到句子的中间 who 写下来。诶，可是同学你看哦，这个 will 本身就是助动词。 加上原形动词，哎，主词在哪里呢？主词不可能是 sent，因为 be 动词加 P P 是被动语态。to 是介词，the United States 介词后面是一个地点，美国，所以有可能当主词的就是 who 了，有没有？所以疑问词摆句中，它本身就是主词，所以写上 who，照抄，who will b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好，这一句话写出来了。好，写完了之后呢，老师要请问一下喽：Who will b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谁将被派去美国呢？Do you think？你认为呢？好，两句话合并在一起。我们先不考虑英文，我们来考虑一下中文。当这两句话呢，把它合并在一起，中文怎么表达？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 哎，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你想谁会被派去美国呢？是不是这样？好，那你要怎么回答？老师讲的是国语哦。哎，我国语啊，我用国语问你：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嗯，我认为呢是某某人。哎，我认为是汤姆会被派去美国。好，可是同学你看好了，你合并起来的结果是这样哦。Do you think who will b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你能不能回答？我认为是汤姆，不行。你说老师为什么不行？如果是汤姆，我就回答汤姆啊。请问一下，你看看你的问句，这谁开头？这个问句是 do 助动词开头、欸，哎同学想一想，国一的东西。好，我们在讲到间接问句，其实一开始就有提了，再帮你复习一下。在英文里面的问句有两种，一种是 be 动词开头或助动词开头的，叫做 yes no 问句。 也就是你看到 be 动词开头，人家问你 Are you a student? Yes, I am. Do you go to school every day? 你每天都上学吗？Yes, I do. 啊、哦，因为我是国三的学生，我每天都去学校，没有上课也去念书。Yes, I do. 所以用 Are you? Do you? 用 be 动词或者用助动词开头的问句呢，我们会回答 Yes, No。第二种问句是 W H 开头的问句，我们称为 W H 问句。 之所以称为 W H 问句了，就是问你是谁啦，问什么啦，问哪里啦，问什么时候啦，所以直接作答，要不要回答 Yes No 不用。好，你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老师要请你思考这个问题。当我们说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你当然回答是，我认为是汤姆啊，我认为是玛丽啊。可是英文的 do 开头要回答 Yes No，对不对？所以这一句话你如果这样写。 Do you think 后面加上一个间接问句？诶 d o you think 怎么样？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诶，看到助动词开头，你的回答竟然是 Yes, I do。是啊，我认为。好、哦，再一遍哦。这句话的英文 Do you think who will b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中文翻译成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 但是按照英文的概念，助动词开头的疑问句要回答 yes no，而且用助动词来回答，所以这一题要回答 yes I do。是啊，我认为。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你竟然回答是啊，我认为。这个叫做什么英文呐、啊？连国语都讲不通，对不对？对了，所以呢，当一个间接问句里面含有 do you think 你认为，do you guess 你猜呢，do you say 哎你说呢，这样子的。 语气在里面的时候，当然人家认为你，你认为呢？你要针对你的想法直接讲出想法，不需要回答 yes no。你说呢？你不需要回答。哎，你说谢老师是不是一个大美女呢？你竟然回答是啊，我说啊，不对，怎么可以回答 yes no 呢？我说她是啊，我认为她是啊，哎，我猜她是啊，应该是这样回答，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咯 中文合并起来，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应该针对你认为的那个人直接来作答，而不是回答 yes no。于是乎，这样子的合并句是错的。这个句子记得，老师在后面打个叉叉。我们讲义上已经帮你把叉叉打好了。只不过呢，同学在没有听谢老师讲解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会觉得，哎，是不是印错了？为什么讲义上这一句话打一个叉叉呢？按照合并句的概念。 主要子句放前面，疑问词拿到句中合并起来是这样，没错啊？为什么会错？对，就因为它很特殊。人家问你，Do you think 你认为呢？是要叫你把想法讲出来，而不是叫你回答是啊，我认为。那怎么办？我们按照合并句子的方法，两个句子已经合并成变成这样。谢老师，你又是错的，怎么办？好，那就问题就要想清楚了。当我们说你认为谁要被派到美国去呢？你的回答应该是。 是汤姆啊，是玛丽啊，是海伦啊，是大卫啊，是什么什么人？是不是针对谁？对呀、啊，你既然要回答是某一个人，那你的问句不要忘记，英文很科学的，你怎么问就怎么回答。你想知道什么样的答案，那你当然要怎么问。所以他是要问是谁会被派去美国？是谁？所以我们在这个部，在这个部分，在这个例句当中。 它的间接问句还有 do you think, do you guess, do you say, do you imagine 这样子的主要子句在里面的时候，要多一个步骤，多哪一个步骤，把你要问的东西拿到前面去。所以这句话真正的说法应该是 who do you think 多一个步骤。 疑问词拿到前面，后面全部照抄。Who do you think will be sent to the United States？好，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标准答案，而这也才是标准。 问句，再来看一遍这两句话合并起来，按照我们的方法是主要子句摆前面，然后疑问词摆到句中后面，因为这个疑问词本身就是主词。按照这样的方法呢，表现出来。来，我们先看到这里，谁会被派去美国呢？你认为呢？所以合并起来变成。 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按照英文的概念，do 来开头问，要回答 yes no。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是啊，我认为这个这个不叫对话，好、哦，这个叫鸡同鸭讲，对不对哈、哦？你认为谁会被派去呢？是啊，我认为呀、啊，不对。所以我们要讲的是，我们要回答的是针对那个对象。你认为谁会被派去呢？是谁？什么人要讲出来？既然是问的那个对象，所以你的疑问词要再多一个步骤。 再把你要问的这个疑问词拿到前面。那按照英文所说的，当疑问词放句首的时候，后面可不可以回答 yes no？不需要回答 yes no。所以你的回答是这样的：I think 啊、oh,，I think 我认为啊，会被派去的那一个人，我们用 it 来代替。It will be Tom。我认为啊，会被派去的这个人呐、啊，是谁？是汤姆。 I think 这个职缺呀、啊、将会是由汤姆来出任。I think it will be Tom。这样了解了吗？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再度的跟你证明英文是多科学的语言。用助动词问，用助动词回答，要回答 yes no。但是这里我们不是要人家告诉我们 yes 或者是 no，我们需要告诉我们的是，哦，我们问的这句话需要有人来告诉我们是谁会被派去，是要把这个人讲出来。 不需要用 yes no 来回答，所以既然是要讲出这一个人，所以他一开头，绝对是要怎么样？哎，一开始要很清楚的，我是要问某一个人。既然要问某一个人，我就再多一个步骤，把疑问词拿到前面去，有没有看到？所以这时候呢，疑问词我们本来应该看到是在句中的，但是含有这些的时候，你不用去死背它。 在听谢老师讲课的过程当中，你应该要很清楚地去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的概念。那当然了，说穿了就是因为它句型结构的关系。好、哦，所以在这里呢，你必须要很清楚地再把国一的概念在做复习。助动词开头的问句回答 yes no，疑问词开头的问句不回答 yes no。那你这两句合并起来，要不要人家回答 yes no？只有你最清楚，因为你是发问的人。 你是发问的人，如果你需要人家回答是或者不是，那就助动词 be 动词开头。如果你不需要人家回答是，不是，你认为谁会被派去美国呢？汤姆啊，诶，不需要回答，是的，汤姆，不对，你不需要人家回答是或 no 的时候，那你就用疑问词，所以多一个步骤，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呢，因为呢，它多了一个步骤，所以呢，在变演变的过程当中呢，稍微注意一下，基本的方法是一样的，只不过多一个动作。 同样的，你要讲话的时候还是一样。好、哦，发问的人如果是你，发问的人如果是你，你要告诉自己啊，我要得到的答案是什么？是 yes no 吗？不是 yes no 的话，那记得疑问词开头。同样的，如果是人家来问你，你就要听清楚，它是助动词开头或者是疑问词开头这样的问句，不要答非所问。好，比较复杂的句型，我们再多一点练习哈、哦。来，我们来看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多一个练习，在这个特别的句型的表现当中呢，那当然要让同学熟练哦。我们来看第二个例句，提到了 What time will the class begin? What time will the class begin? 这堂课呢，在几点钟开始呢？哎，对了，老师明明说九点开始上课了，等到快十点了，老师都还没来，所以呢，这堂课到底几什么时候开始呢？这堂课呢，会在几点钟开始呢？又问了，Do you say？你说呢？哎，你说啊？ 这堂课到底会几点钟开始呢？好，来，先按照基本的，记得比较复杂的什么比较复杂的句型都是从简单的句型变来的，所以你要学会比较难的句型啊，难的变化。那当然，我们还是用基本的来。好，你已经知道了，这里有疑问词在这里，What time？那么疑问词呢放句中，所以这里的主要子句在这里，Do you say？你说呢？Do you say？你说呢？好，主要子句写下来之后。 疑问词百句中，What time 写下来。好，不要忘记喽，这个是疑问词哦。助动词在这里，助动词加上主词加上 V R 原形动词，哎、欸，基本的不要忘记了我们之前。 谁会被派去美国？这里的 who 它本身就是主词，但这个这个例句是不一样的哈。疑问词 what time 拿到句中来之后，一定要先看到主词，所以主词跟 will 要换位置，所以是 what time the class will 怎么样 will begin？然后呢？问号。好，Do you say what time the class will begin？同样的。 同样的这句话还是错的，怎么检验呢？按照谢老师告诉你的，哎，这堂课呢将会在几点钟开始呢？Do you say？你说呢？如果你把它合并成 Do you say what time the class will begin？变成你说呢？这堂课会是几点开始呢？好，还是一样，检查一下助动词开头的问句，do 开头的问句要回答 yes no，对不对？ 所以你看，看到这个，你如果问人家用 do 开头，人家会回答 yes I do，yes I do。好，来检验一下，你说这堂课会几点开始啊？是啊，我说，哎，不对呀、啊。当我问你，哎，你说这堂课到底会几点开始啊？嗯，应该是八点吧，应该是九点，应该是十点。你是不是要直接针对人家的问句来做回答？对，人家要知道的是几点开始，你说是几点呢？ 哎，我说是几点，所以要不要回答 yes no？不需要啊，既然不需要回答 yes no，你怎么可以用助动词开头呢？对了，所以你越来越了解。我们要问的是，你说这堂课几点会开始？哦，八点、九点，直接针对问题来做回答，所以你的问句也要是针对这样的回答来做开头。开头是什么？哎，问几点？所以我们要多一个步骤喽，把这一个疑问词。 给他拿到句首去，这样要的答案才是他回答的，才会是我们要的答案。这样了解吗？哦，没有人在问。诶，你说这堂课几点开始？是啊，我说不对。你认为这堂课几点开始啊？是啊，我认为。诶，你猜这堂课会几点开始啊？是啊，我猜这都不对。好，不管我们讲你认为、你猜，或者呢，诶，你说这堂课会几点开始呢？其实都是直接针对时间来做回答。 既然是针对时间来做回答，那么我们问的是时间呢、啊？问的是时间，那就应该是时间来做开头，时间这样的疑问词来做开头，所以多一个步骤，把 what time 拿到前面去喽。所以这一句话才是对的。What time do you think? Do you say 哦、oh,，在这里用的是 say，不是 think 哈、huh?。What time do you say？好来，来，what time 拿到前面之后，后面按照顺序照抄。 What time do you say the class will begin？怎么样？好，What time do you say the class will begin？你说，你说这堂课呢会是几点钟开始的呢？你说这堂课是什么时候会开始呢？哎，你可以回答啦。好，你可以回答哎。 我想啊，它会是在八点钟开始。I think it will begin at eight，哦，或者是 at nine，at ten。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你看到 what time 开头，你看到 what time 开头，就一定是回答时间，这个才是我们要的，懂了吗？这才是我们要的。所以呢，当然了，刚开始在学习一个语言的时候，你可能不太熟悉。 我们需要用我们比较熟悉的国语母语来思考一下。那当然，老师又跟同学强调，有同学说：“诶，老师不对呀、啊！”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哦，有的同学跟我反映，我曾经听过有人说啊，要把英语学好，好要把英语学好呢，要用英语来思考。那当然了，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只对了一半。为什么？你的你必须要对英文呢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你才有办法用英文思考。 那么呢，现在我们讲解的是有关于初级的文法啊、哦，初级的文法。如果以全民英简来看，我们讲的是初级的文法。既然你还在学初级文法，那就表示你对英语这个语言你不甚了解，了解的程度真的是不多。你有办法用英语来思考吗？好，当你看到我的时候，你会心里会想哦，这个就是英文老师，你不会想到 English teacher 这样的两个字，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是母语。 我们的脑袋里出现的绝对是什么？国字，绝对是什么？诶，绝对是有关中文的概念，而不是英文的概念。这个同学你要特别小心。所以，当你走进一个房间里面，好，要判定一个人的母语是什么，很容易。当你走进一个房间里面呢，把所有的东西用那种语言讲出来，那个语言就是他的母语。所以，你走进教室看到的黑板啦、啊、板擦啦、呃，老师啦、啊、同学啦、啊、讲台啦、啊、讲桌啦、啊、课桌椅啦、啊，这些你如果全部都是用国语讲出来，那你的。 你的什么？你的母语就是国语。既然母语是国语，你怎么有办法用英语来思考呢？没有办法的。好、哦，所以呢，如果有人告诉你呢，要学好英文，必须要用英文来思考英文，基本上那一定要有一定程度的啊、哦，对英文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你才有办法做到用英文来思考英文。那么目前呢，在学初级英文的你而言呢，老师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用国语的角度来解释。 解释给你听，哎，国语是这样讲，那英语是那样讲，那么不一样的地方你要特别注意了。俗话说啊，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对不对？对，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是一样的，你要了解它，你要知道英文的特性是什么，然后呢中文的特性是什么。好，所以这个句子呢不要忘记了。我们说了，What time will the class begin？这堂课会几点开始？Do you say？你说呢？合在一起变成你说啊，这堂课会是几点开始呢？我要的答案一定是几点。 既然是几点，绝对不会是 do 这个助动词开头，绝对不会是助哦 do 这个助动词开头，因为只要是助动词开头的问句，就要回答 yes no，一定是 what time，因为我想知道的是时间。好，我想知道时间，所以一定是疑问词，这个问时间的疑问词 what time 来开头，这样了解了吗？对了，同学把握住这个原则就没有错了。那你们一听到 what time，你就要回答时间，所以。 你可能不晓得我应该怎么开口，但是你一听到 what time，你看看手表哦，at eight，这是最简单的回答。at eight，在八点；at nine，在九点，这个是最简单的回答。那你也可以说啊，你可以说啊，it will begin at eight，it will begin at nine，it will begin at ten，有没有针对这样来做回答？这样了解了吗？好，这个就是呢，在这个部分要特别注意的。那么这两个例句看完之后呢，有两个。 比较的句子，我们同学呢分析一下啊、哦。第一句，Do you know what the answer is？跟第二句，What do you think the answer is？要特别注意一下了。来，先听一下它的发音哈、哦。我们说了，be 动词或助动词开头的问句呢，后面语调要往上扬的，也就是 yes no 问句呢，你在问人家的时候一定要往上扬的。Do you know what the answer is？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What do you think the answer is？你知道答案是什么？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好，不一样的问句要特别注意一下。按照我们告诉你的，be 动词助动词开头的问句要回答 yes/no。所以这里用 do 来开头，那当然是 yes，I do。那当然呢，你如果不知道就回答 no，I don't，对不对？ 所以呢，这句话你看一下喽。Do you know what the answer is？你知道答案是什么？是啊，我知道啊。诶，虽然你可以回答 Yes，I do。是啊，我知道，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诶，现在在考试诶。你问我答案是什么？我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告诉你就是作弊，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是啊，我知道。诶，你知道吗？诶，我不知道，你可以告诉我吗？诶、哎，对了，考试的时候有人。 私底下会有这样的对话，对不对？所、so, 以 Do you know？他是在问你，你知不知道？你就可以直接告诉他是我知道，或不我不知道，直接针对这个来做回答。但是在这个部分呢，同学，老师要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我把 No 改成 Think 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我可不可以改成 Do you think what the answer is？Do you think what the answer is？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 是啊，我认为不对。这一句话绝对不可能用 think，懂了吗？人家当问你，你认为呢？你说我认为，直接回答，不需要 yes no。所以这句话你只能讲 do you know，绝对不会用 do you think，因为 think 问的是对方的想法，所以呢，对方直接把想法讲出来就好了，不需要用 yes no 来附和你，了解吗？所以这句话只有 do you know what the answer is。 第二句，What do you think the answer is? What do you think the answer is? 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有没有看到疑问词？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疑问词在这里有没有看到？What do you think the answer is? 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诶，你可以直接做回答。我认为，好，老师把它写下来。我认为啊，I think。 I think the answer is 好、oh,，假设是 A 好了，哎、hey,，我们写下来。我认为啊，答案是 A。What do you think the answer is? I think the answer is A。我认为答案是 A 这样的答案，有没有看到？所以还是老话一句，人家怎么问你就怎么回答。 像这种不合理的，Do you think what the answer is？你认为答案是什么呢？是啊，我认为像这样子的答非所问，这样不合理的状况绝对不会出现在英文当中。所以呢，在特别注意的间接问句的第一项里面，老师要请你记住的是，间接问句有基本的形成方法，但是它的变化题型。 转变过后的题型，同学你也要特别小心，特别注意，这样懂吗？好，在这个部分呢，我们讲到是第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要你特别注意的间接问句用法。特别注意的间接问句的用法，在第二点里面呢，老师列出来了在黑板上。第二点，诶，给你一个名词的文法的名称，叫名词片语。 什么叫名词片语呢？有的同学说：“哎，老师，我学过所谓的动词片语，动词片语最常见的，对不对？哈，把什么东西呃怎么样？哎，拿走，take away，或者呢，戒掉什么不好的习惯，放弃什么事情叫 give up。哎，这个动词片我背过很多。什么叫名词片语呢？首先先了解一下，名词片语呢，它是疑问词加上不定词。那么疑问词加上不定词，有的同学就会很纳闷啊，为什么？ 它叫做名词片语，为什么它不叫所谓的副词片语呢、啊？形容词片语呢、啊？动词片语？为什么它要叫名词片语？同学，你要知道，之所以能够称为名词，是它具有名词的功能。名词有什么功能呢？诶、欸，名词可以当什么？名词啊，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哦，名词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 所以在后面的句子里面，你就会看到疑问词加不定词呢，它也可以拿来当主词；疑问词加不定词也可以当受词；疑问词加不定词也可以当补语。所以这个叫做名词片语，因为它具有一个字的名词所具备有的功能。所以呢，片语你看哦，疑问词一个字，不定词至少两个字以上，两个字以上有独立意思的，我们称为片语。 他又扮演了这样的角色，那这样的角色本来应该是名词的功能，于是乎这样子疑问词加不定词，我们就称它为名词片语。那你说老师，名词片语它是名词片语，那么呢，它是从疑问句啊疑问句所形成的啊疑问词所形成的这样间接问句变来的。那有名词片语有没有名词词句呢？嗯，我们来看一看，直接从英文句子里面来了解了。然后譬如说在这个例句里面，我们提到的。 这可怜的女孩呀，不知道她该做什么。这可怜的女孩不知道她该做什么。来，很明显的知道这可怜的女孩，我们写下来。好可怜，我们用 poor，the poor girl。好，不知道，doesn't know。 他不知道，那当然你要用过去式，didn't know 也可以哈。好，假设呢，我们现在用现在式，这可怜的女孩不知道她应该做什么。来看一下这一句，整句翻译要会哦。她该做什么？这里有一个疑问词，记得疑问词摆句中，千万不要按照中文的顺序把 what 摆到最后，不对了。疑问句啊、呃，疑问词摆到句中。 后面一定要先写主词，主词是他应该做什么？好，应该做什么？那当然，你这里用现在式，你这里可以用现在式；你如果这里用过去式，你后面也可以用过去式。我们前面既然用了现在式，我们就后面就用现在式。应该要做什么？他必须要做什么啊？What she has to do。好，整句话是这样子来的。 啊、哦，这可怜的女孩呢，她不知道呢，她必须要做什么，她该做什么？这里的“该”就是应该，就是必须的意思。所以这里的 “has to”，你说老师我要用 “should” 可不可以？可以的。哦，这里的 “has to” 我换成用 “should” 是可以的。那么同学来看一下喽。按照呢我们之前所学的，这里有两个子句，第一个在这里，有没有？这个叫主要子句。 疑问词所引导的呢，这个叫做间接问句。好，为什么疑问词加上不定词叫做名词片语？因为它是从名词子句变来的。你说老师，这里哪里有名词子句？我知道前面这一句叫主要子句，名词子句在哪里？名词子句在这里，这一句就叫名词子句。有的同学说，哎，理由在哪里的？很简单，来，the poor girl 主词。 Doesn't know 动词？请问你一般动词后面是什么词？对呀、啊，一般动词后面不是受词吗？对呀、啊，一般动词的后面是受词，但是这个受词里面又含有主词，含有动词啊，叫子句哦。受词一定要具有名词的特性，有名词的特性才能当受词。那当然，我们讲到了这个名词是广义的名词了，包含所谓的动名词，包含所谓的不定词，它都具有名词的特性。 名词才能够当受词，名词才能够当主词。在这里，一般动词的后面的受词，受词一定要具有名词的特性。但是这个名词里面又含有主词，含有动词，所以这个叫做名词子句。哦，原来疑问词所引导的子句，我们称为名词子句，没错。好，名词子句可以把它改成所谓的疑问词加上不定词的名词片语。方法是什么？你有没有看到这前后两句话？ The poor girl 就是 she，前后两句话的主词一样，所以记得主词就怎么样？主词我们就把它省略掉，不要忘了这里为什么用 has 呢？因为动词是看主词的脸色，主词第三人称单数现在是用 has，如果是复数就用 have，所以动词是看主词的脸色，所以呢主词省略，动词就省略，刚好这里已经有一个 to 了。 所以，我们这一句话直接这样写，叫做 “the poor, the poor girl doesn't know”。然后呢，“doesn't know what to do” 这句话就出来了。有没有看到？我们已经很成功的把名词子句改成所谓的。 名词片语为什么子句就子句，片语就片语？为什么还赋予名词的特性？因为只要听到名词，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它可以当主词，可以当受词，可以当补语。在这个例句里面，它是当受词，一般动词的后面就是受词的角色。好、哦，你不需要了解它的词性都没有关系。你要知道 what to do 是从 what she has to do 变来的。那么有的同学说，哎，老师，你刚才告诉我 has to 在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框起来哦、oh,，has to，这里 has 加上 to，has to 可以代换成 should，应该必须哦，oh, 应该怎么样？必须怎么样？或者有人像 must 这种东西这样的助动词，就是表示权利义务，该不该怎么样？必须怎么样？类似这样的助动词都没有关系。好、oh,，所以呢，在所谓的。 这个名词子句，也就是疑问词所引导的这个子句当中，主词如果跟前面相同，可以省略。而且它的语气当中，如果有 has to、必须、should、应该、must、一定要怎么样、必须怎么样，像类似这样的助动词或者这样的动词偏语，我们可以把它省略掉。省略掉之后，记得后面要用的是不定词。有的同学说，老师这里我如果用 she should do 或者 she must do。 改成这里呢，还是一样。What 后面要先加 to 才能加原形动词。那这里因为用 has to，刚好 has 直接省略，直接有 to，所以写下 to do。不要忘记所谓的名词片语，就是疑问词加上不定词。疑问词加上不定词。那么为什么可以从子句变成片语？是因为很简单的理由，主词相同。既然我们要表达的对象是同一个，那何必说两次呢？对了，讲话可以越来越精简。 所以呢，我们既然知道后面跟前面的对象相同，我们就可以把后面的省略掉。不过别忘记了，我们在表达的时候啊，疑问词加上不定词，其实都有中文的这一个字的含义在里面。该哦，该怎么样？所以下面呢，在第二个例句里面，老师列了几个有关于所谓的名词片语的用法，比如说，Do you know？该去哪里？那很简单了，该去哪里直接讲。 哎、欸，他并没有说谁，后面并没有提到谁，所以你知道该去哪里吗？也就是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Where to go? Where to go? 第二句该问谁，还是一样疑问词先出来，Who to ask? 第三句该如何做？如何是 how? How to do it? 再来该怎么办？怎么办就是做什么？用 what what to do。好，写到这里，有的同学说老师不对呀、啊。你看一下后面这两个，一个叫 how to do it，一个叫 what to do，同样都是 do，那为什么它有 it，它没有呢？好，如果同学你嫌麻烦的话，直接记起来 how to do it，what to do。 How to do it? What to do? 有的同学说不，我不知道原因理由，我绝对不死背。好，很容易了解。Do，我们说该怎么办，一定是针对一件事情该如何去办。只不过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这件事情并没有说出来。该如何做也是该如何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好，同样都是该如何做一件事情，该怎么样去办一件事情，那同样都有一件事情。 为什么这里要 it，这里不要呢？很简单的理由，同学看到 do 这个动词，我们说过做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它应该有一个对象。老师这里的 do 没有对象，我是不是要给他一个 it？不需要，因为因为这一个 what 这个疑问词就可以当它的受词。同学看好，该怎么办？就是该做什么？有没有看到做什么？ 在这里，这个疑问词刚好可以当 do 这个动词它的受词，它的受词啊、哦，在疑问词里面，其实同学要知道，疑问词基本上还分成两种，一种叫做疑问副词，一种叫疑问代名词。我相信你如果对国一的课程很熟的话，在国一的课程当中，我们有介绍到疑问词，它分成两大类，一种叫做疑问副词，一种叫疑问代名词。那么 what 呢，就是属于。 或者就是属于疑问代名词的部分，代名词它可以拿来当受词。我们说呢，受词能够当受词的需要具有名词的特性，代名词就是名词的一种，因为它代替名词，所以这里的 what 可以拿来当 do 的受词。该怎么办？就是该做什么事情？就是该怎么办？但是 how 如何如何表示方法，在英文里面表示方法它是副词，副词能不能当受词？不行。 名词广义的名词、代名词、动名词、不定词才能够当受词，所以这里的 how 它是副词哦。基本上，这里的 how 它是疑问词，而且疑问词它还分两种：疑问代名词跟疑问副词。how 它是属于疑问副词。记得你说老师，我怎么知道它是疑问副词？记得在英文里面副词的范围包含时间，有听过时间副词吧？有地点、地方副词表示条件。 原因、理由、方法、目的、手段，这些都叫做副词。你说老师，老师你讲好快，慢一点。其实这个我们在平常授课的过程当中，哦，在第呃、哦、国外的课程当中有讲到一个副词的概念，有有一章讲到副词的概念，我们就会提醒你，副词到底在英文里面代表什么含义？代表的是时间、地点、条件、原因、理由、目的、方法、手段这等等的，不用死背，因为老师常常会重复。所以在这里呢，这个号表示的是方法。 方法在英文里面就是属于副词的范围。既然它是副词，所以它不能够当 do 的受词，所以我把一个假的受词 it 进去。那在这里，what 叫疑问代名词，代名词可以当受词，所以 do 它的受词就在这里，干做什么？那为什么疑问词要放前面？因为它的规则，疑问词后面跟不定词。要记得外国人讲话的顺序。所以不管是该如何做，该做什么，看你要讲成 how to do it，或者是 what to do 都可以。 但是谁该有受词 it，谁没有，完全是因为这个疑问副词、疑问代名词它们词性不同的关系所形成的不同的用法，所以这个同学要特别记注意一下。那么听过谢老师的讲解之后，其实你直接记起来 what to do，how to do it，what to do，how to, do it? to, do? to do it，其实都可以翻译成该怎么办的意思。所以中文讲到该怎么样怎么样，记得疑问词加上不定词这样的名词片语就对喽。 好，在这里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还有很重要的所谓的间接问句的用法，交给各位同学休息一下，记得要赶快回来哦，待会见，拜拜。